大家好，我是小米，现在是4月30号的早上8点，准备出发去走秀活动地点咯。
组乐队。此系列为小圆桌星球与木美学堂徐艺宏建筑会的合作系列，以台北台湾新制至日治大正昭和时期老建筑为主的主题系列，从传统大陆文和洋金楼在历经大正时期的浪漫华美，最后留下温暖质朴的昭和意念。同时，服装的图顶编列上一般满版大图的楼一号风格不同，融入东方艺术，有意留下新意的留白，呈现东方山水画、传统戏剧与建筑上空间的留白意象。登上城市建筑系列，踏上历史寻觅，陪上你对一个城市时代的想象与再解读。第二组出场与马戏团遗留经典复刻，为小玫瑰星球与志玲老师2016首次合作图品经典复刻系列。华丽的怪诞的马戏团，如同森林老师想表达的少女们犹如羊毛一般的怪物，不断的在人与非人之间游走，同时蕴含小玫瑰诗人喜爱的诗人爱伦坡诗句：人间的现实对于我只像是梦，岂是我一个梦，梦境中的奇思异想反倒成了我生存的必需品，甚至完全成了生存本身。借此传达永远不要惧怕自己的不同，不畏世俗眼光，我是梦之梦，别人不敢冒险的梦，成为那个叛逆不羁的存在。在这模仿马戏团中，有人的不完美才显独特，勇敢大胆接纳自己的与众不同。